马太福音第一章，亚伯拉罕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马师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王从他这做过乌利亚妻子的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波安，罗波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家，西西家生马拿西，马拿西生亚们，亚们生约西亚，约在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索罗巴伯，索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撒都，撒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玛利亚的丈夫约瑟，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被掳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被掳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耶稣基督降生的是乃是这样，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他丈夫约瑟是各异人，不愿意使他做众人的见介，想要暗暗地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些事的时候，不料有主的天使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你不要怕把你妻子玛利亚娶过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他们的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既已有了，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看啊，必有处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天使所召的把他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头胎的儿子，约瑟就给他起名叫耶稣。马太福音第二章，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恰巧有几个志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敬拜他。希律王听见了这些事，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齐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他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这样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掌权者要从你那里出来治理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志士来，细问他们那星是甚么时候出现的。他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他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敬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离开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志士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敬拜那小孩子。他们开了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他们在梦中又被神警戒不要回去献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他们去后，忽有主的天使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报信给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那时约瑟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希律见自己被志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婴孩，照着他向志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内的都杀尽了。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哀号号跳大哭的声音，是拉杰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希律死了以后，忽有主的天使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
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那些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是当他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然而在梦中被神警戒，他便转往加利利境内去了。他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要称为拿撒勒人。马太福音第三章。当那些日子，有施浸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你们应当悔改，因为天国近了。”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你们当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样，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他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浸。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浸，却对他们说：“毒蛇的族类啊，谁警戒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所以，你们要结出迂回改向称的果子来，莫想自己心里说，我们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并且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因此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诚然是用水给你们施浸，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浸，他手里拿着簸箕，要簸净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他却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当下耶稣从加利利往约旦河到约翰那里，要受他的浸。约翰禁止他说：“我当受你的浸，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他说：“今暂且如此，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一切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浸，随即从水里上来，诸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看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马太福音第四章。当时耶稣被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进到他前来，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住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使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嘱咐他的天使，他们就必用手扶着你，免得你的脚伸磨时候碰着石头。”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住说，你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极高的山，将世上的列国与列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敬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当下耶稣对他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住说，当敬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忽然有天使来伺候他。耶稣既听见约翰下了监，就离开了，往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在沿海之地上，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境内。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的，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显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应当悔改，因为天国近了。”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撒网在海里，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成为乙的人喂的鱼的。”他们就立刻舍了自己的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耶稣就呼召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耶稣走遍加利利，
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中间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病人和那些被鬼魔所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极多的人从加利利、低加坡里、耶路撒冷、犹太、约旦和外来跟着他。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他既顿下，他的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灵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心中纯净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女。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立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烛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烛台上，就照亮凡在家里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或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总不能废去，只等一切都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些，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你们听见古人有话说，你不可杀人，并且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无缘无故向他兄弟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他兄弟说拉加，难免公会的审断。但是凡骂人说你是愚昧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你兄弟向你怀怨，就把你的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你兄弟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在甚么时候，对头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把你交付差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你们听见古人有话说，你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犯罪，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的狱里。若是你的右手叫你犯罪，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曾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犯奸淫了。凡要娶这被休妇人的，也是犯奸淫了。你们又听见古人曾有话说，你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甚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你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白变黑。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从恶里出来的。你们曾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要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
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你不可转身而去。你们曾听见有话说，你当爱你的邻居，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咒诅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恨你们的要待他们好，凌辱你们逼迫你们的要为他们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在天上之父的儿女。因为他叫日头照歹人也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甚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比人有甚么长处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么？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在天上的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第六章，你们要小心，不可将施舍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在天上之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些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但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你左手知道你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自己在暗中查看，必在明处报答你。你祷告的时候，你不可像那些伪善的人，因他们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但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室，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在明处报答你。只是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用虚妄的重负话，像异教的民一样，因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所以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在地上如同成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领我们陷入试探，但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若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然而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并且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些伪善的人脸上带住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向人显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但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现，你父在暗中查看，必在明处报答你。不要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进来偷。只要积聚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进来偷。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眼睛就是身上的光，你的眼睛若了亮，你全身就全然光明。然而你眼睛若邪恶，你全身就全然黑暗。所以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没有一人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是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自己吃甚么喝甚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你们穿甚么。生命不甚于饮食吗？身体不甚于衣服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驼们，你们不比飞鸟好得多吗？你们那一个能用思虑使身量多加一肘呢？何必为衣服忧虑呢？你们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他们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中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们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吃甚么或是喝甚么。
或是穿圣魔，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但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第七章。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甚么量气量给人，也必再用甚么量气量给你们。你为甚么看见你兄弟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或是你自己眼中正有梁木，怎能对你兄弟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你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兄弟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你们也不要把自己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驼们见踏了珍珠，再转过来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或是你们中间有甚么人，他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或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众先知所说的。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往那里去的人也多；因为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你们要防被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你们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蒺藜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你们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上的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说预言吗？不是奉你的名赶出鬼魔吗？不是奉你的名行过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些话就去行的，我要将他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打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些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打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耶稣讲完了这些话，百姓都稀奇他的道理，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马太福音第八章。耶稣下了山，有极多的人跟着他。忽然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敬拜他，说，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你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患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耶稣对他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我对这人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去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作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
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正当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耶稣到了彼得家里，现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离他了，他就起来服侍他们。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魔所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用他的话把灵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耶稣见极多的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对他说，狐狸有洞，空中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但耶稣对他说，来跟从我，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吧。耶稣上了船，他的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他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甚么胆怯呢？于是他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却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耶稣嫉妒到那边去，来到格格杀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魔所附的人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以致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他们忽然喊着说，神的儿子耶稣，我们与你有甚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魔。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诸卫士，鬼魔就央求耶稣说，你若把我们赶出去，就容我们离开进入猪群吧。耶稣对驼们说，去吧。驼们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忽然闯下山坡，投在海里淹死了。放猪的就逃跑进城，将这一切事和被鬼魔所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不料合城的人都出来迎见耶稣，祭献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马太福音第九章，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他自己的城里。忽然有人带着一个摊子卧在床上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儿啊，放心吧，你的罪饶恕了。谁知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甚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饶恕了，或说你起来行走，那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恕罪的权柄。他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床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都稀奇，就归荣耀与神，就是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的。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他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现有许多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夫子为甚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用餐呢？但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住。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那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去悔改。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甚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从他们中间被拿去，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忽然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敬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
他的门徒也跟了去。忽然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血漏的病，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边，因为他心里说，我若只摸着他的衣服也必痊愈。但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使你痊愈了。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耶稣到了广会堂的家里，看见有乐手又有百姓乱嚷，他就对他们说，让开吧，这使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他。百姓既被赶出，耶稣就进去拉着他的手，使女便起来了。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求你可怜我们吧。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对耶稣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严严地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他们离开，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忽然将被鬼魔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那鬼魔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魔之王赶出鬼魔。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百姓中间各样的病症。只是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乏分散，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固然是多，但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马太福音第10章，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就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灵，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12使徒的名，第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腓力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吏马太、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那称呼达太的勒拜、迦南人西门，还有加略人犹大，也就是卖耶稣的。耶稣差这12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失丧的羊那里去。你们随走，当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长大麻风的洁净，叫死人复活，把鬼魔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钱囊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不要多带鞋，也不要多带拐杖，因为工人这的饮食是应当的。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里面谁是配得的，就住在那里，直住到你们走的时候。你们进一家里去，要请那家的安，那家若配的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的，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你们脚上的尘土抖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看啊，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但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他们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见证他们和外邦人的不是。然而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甚么话，因为正当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兄弟要把兄弟，父亲要把儿女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别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学生并不高过先生，仆人也不高过他的主人。学生像他先生一样，仆人像他主人一样，也就够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人要怎样骂他们呢？所以
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是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传扬出来。那杀身体不能杀元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元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腹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竖过了。所以你们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然而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他父亲不和，女儿与他母亲不和，媳妇与他婆婆不和。人的仇敌就是他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住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住生命。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总不失去赏赐。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约翰既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对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以我为怪的就有福了。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甚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甚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看啊，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甚么？是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更大了。经上记住说：看啊，我要在你面前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为你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浸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住了。由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直到约翰也是如此。你们若肯领受这话，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但我可用甚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呼叫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哀哭，你们不捶胸。因为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魔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看啊，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的儿女总以智慧为事。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中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塞大呀，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在推罗西顿行了，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这升到天上的，将来必坠落地狱。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在所多玛行了，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那时耶稣回答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在你眼中这本为美。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
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你们烦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的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的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但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啊，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却对他们说，经上记住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岂没有念过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的陈设饼呢？还是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可指摘的，你们没有念过么？但我告诉你们，在这地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那时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恰巧那里有一个人枯前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驼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他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像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就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但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极多的人跟着他，耶稣把他们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我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指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的圣，外邦人都要信靠他的名。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魔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又瞎又哑的人又能说话又能看见。百姓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出鬼魔，无非是靠着鬼魔之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如此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出鬼魔，你们的儿女赶出驼们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然而我若靠着神的灵赶出鬼魔，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饶恕，唯独人亵渎圣灵总不得饶恕。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饶恕，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饶恕。使树好，它的果子也好；使树坏，它的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族类啊，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却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位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回答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却回答他们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鲸鱼肚腹中，
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心里。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乌灵离了人身，就在干旱之地行来行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陀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陀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乌灵便去，并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灵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耶稣还对百姓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想要与他说话。就有人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想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告诉他的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他就伸手指着他的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在天上的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亲了。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极多的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而坐，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的事，说，看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迹不深，发苗最快，日头一出来，苗被晒焦，又因没有根就枯前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发起来把它们挤住了；但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果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进前来对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你为甚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他们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却不叫他们知道。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唯独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而不明白，看是要看见而不晓得。因为这百姓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甚么时候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归正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看见；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听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那些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那些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厌弃了。又有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今世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果。唯有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也结果，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耶稣又出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自己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他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但到了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于是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对他们说，这是仇敌所做的。仆人对他说，你要我们去把他们聚起来吗？主人却说，不必，恐怕你们聚稗子之间，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齐尝，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你们先将稗子聚成堆，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我的仓里。他又出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自己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
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甚至空中的飞鸟来宿在他的枝子间。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窖，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甚么。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我要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显明出来。当下耶稣打发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到他那里说，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他们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的儿女，但败子就是那恶者的儿女。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败子怎样中被聚起来烧在火里，这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他的天使，把一切叫人犯罪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把他们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天国又好像财宝藏在一块地里，既遇现了，人就把它藏起来，为其中所欢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那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珍珠，既遇现一颗重价的珍珠，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珍珠。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收据各样水族，网系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唯独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一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对他们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么？他们说，主，我们明白了。于是他对他们说，凡文士受叫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就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么？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么？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么？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却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马太福音第14章。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他臣仆说，这是施浸的约翰，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这是因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曾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法的。希律就想要治死他，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但到了希律的生日，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女儿先是受他母亲所训，就说，请把施浸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王便忧愁，只是因他所起的事，又因与他同席的人，就吩咐给他。于是王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的头。他的头被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女子拿去给他母亲。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耶稣听见了，就从那里离开，上船独自到野地里去。百姓听见了，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现有许多的人，就向他们动了慈心，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天将晚的时候，他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打发众人离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但耶稣对他们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对他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他便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诸天祝福，擘开饼递给他的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
他们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耶稣随即催他的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趁此他打发众人。耶稣打发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4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行走，就惊慌了，说：“这是个灵。”他们因为害怕喊叫起来。但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回答他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那时彼得出船下去，就在水面上行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他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他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立时伸手拉住他，对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甚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当下在船上的人都来敬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他们过了海，来到格尼撒勒地，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那地的周围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边，凡摸着的人就都全然好了。马太福音第15章。那时有耶路撒冷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甚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饼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耶稣却回答他们说：“你们为甚么借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吩咐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他父母说：凡你从我所当得住的已经做了贡献，以后不孝敬他的父母是可以的。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你们这些伪善的人，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口亲近我，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倒将人的吩咐当做道理教导人，所以敬拜我也是枉然。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当时耶稣的门徒进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耶稣却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子领瞎子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井里。于是彼得回答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耶稣说：你们也是这样，到如今还不明白吗？你们还不明白，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亵渎，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用餐，那却不污秽人。当下耶稣离开那里，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恰巧有一个迦南妇人也从那地方出来，呼求他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魔附得甚苦。耶稣却向他一言不答。他的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请打发他走吧，因为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他却回答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失丧的羊那里去。那妇人就来敬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却回答说：不宜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没错，只是狗也吃驼们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当下耶稣回答他说：妇人啊，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正从那时候，他女儿就痊愈了。耶稣离开那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有极多的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许多别的病人，都放在耶稣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甚至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
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耶稣叫他的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打发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他的门徒对他说，我们在这旷野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这许多人吃饱呢？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七个，还有七条小鱼。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耶稣拿着这七个饼和几条鱼，感谢了，擘开，递给他的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他们收拾剩下的零碎，装满了七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四千。耶稣叫众人散去，就取船，来到抹大拉的境界。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法利赛人又与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他们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这些伪善的人啊，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这时候的神迹你们倒不能分辨么？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耶稣门徒渡到那边去的时候，忘了带饼。那时耶稣对他们说，务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耶稣看出来，就对他们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因为没有带饼彼此议论呢？你们还不明白，也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并你们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也不记得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你们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我对你们说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乃要你们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道理。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他的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你是施浸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个。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却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回答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地狱的门不能胜过它。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他的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耶稣那基督。从那时候，耶稣才指示他的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于是彼得拉着他，就骂他说，主啊，不可如此，这是必不临到你身上。但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阻挡我的，因为你不细念神的事，只细念人的事。于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住生命。人若赚的全世界，却丧了自己的性命，有甚么益处呢？或是人还能拿甚么换性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他的众天使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赏罚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必不尝死味，只等他们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马太福音第十七章。过了六天，耶稣带住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独独地带他们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他脸面明亮如日头，衣服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那时彼得回答，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们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
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正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脸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他们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异象告诉人。他的门徒问耶稣说：这样，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回答他们说：以利亚固然先要来，并复兴一切。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浸的约翰。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向他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当下耶稣回答说：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耶稣斥责那鬼魔，驮就离开他出来。正从那时候，孩子就痊愈了。那时门徒私下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甚么不能赶出驼呢？耶稣对他们说：是因你们不信。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至于这一类的，若不祷告进食，驼就不出来。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卖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天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他们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税钱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税吗？彼得说：纳。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只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女呢？是向外人呢？彼得对耶稣说：是向外人。耶稣对他说：既然如此，儿女就可以免税了。但恐怕我们触犯他们，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你开了驼的口，必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钱。马太福音第18章。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只是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犯罪的，倒不如把磨石附在这人的颈项上，淹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避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因此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犯罪，就砍下来丢掉。你或是瘸腿或缺了肢体进入永生，胜过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犯罪，就把它剜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胜过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天使在天上常见我在天上之父的面。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那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倘若你的兄弟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兄弟。他若不听你，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
若是他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但他若不听教会，你就看他像异教的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甚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那时彼得进前来说，主啊，我兄弟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对他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所以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王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他一万他连得的来，因为他没有甚么偿还之物，他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敬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给你。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下手拿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在他脚前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都必还清给你。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他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仆啊，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他主人就发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主人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兄弟的过犯，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马太福音第十九章。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有极多的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治好了。也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甚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岂没有念过，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么？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对他说，这样摩西为甚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对他们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他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但耶稣对他们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却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忽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甚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甚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对耶稣说，甚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你不可杀人，你不可奸淫，你不可偷盗，你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并且你当爱邻如己。那少年人对他说，这一切我从小至今都遵守了，还缺少甚么呢？耶稣对他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只是那少年人听见那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于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他的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
但耶稣看着他们，对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回答他说，看啊，我们已经弃掉所有的跟从你，既是这样，我们要得甚么呢？耶稣告诉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凡为我的名弃了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妻子、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马太福音第二十章。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他和工人讲定一天一个钱，就打发他们进他葡萄园去。约在四处出去，他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午正和申处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酉处出去，他看见还有人闲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甚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对他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告诉他们，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你们必要得住。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位置。约在有出雇的人来了，他们个人得了一个钱。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的，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这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个钱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饿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因为被召的虽多，选上的却少。耶稣上耶路撒冷去，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卖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他要复活。那时，西庇太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敬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对他说，你要甚么呢？他对耶稣说，愿你赐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却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甚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么？我所受的禁，你们能受么？他们说，我们能。耶稣对他们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我所受的禁，你们必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耶稣却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治理他们，尊大的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伺候你们的，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跟随他，恰巧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众人责备他们，因为不许他们作声，他们却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你们要我为你们做甚么？他们对耶稣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耶稣就怜悯他们，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一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伏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将驼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甚么，你们就说，主要用驼们，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驼们来。
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你们要对女子西安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也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驼们上面，他们就扶着耶稣骑上。有极多的人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何塞纳至高在上。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震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店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对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椅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已使它成为贼窝了。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不欢喜，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对他们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于是他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他便在那里住宿。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那时他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甚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荡下枯钱了。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枯钱了，何其快呢？耶稣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甚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对他说，你仗着甚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他们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甚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浸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甚么不信他呢？但我们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众人都以约翰为先知。他们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道不出来。耶稣对他们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甚么权柄做这些事，但你们的意见如何？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我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他却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这两个儿子，那一个是遵行他父的命呢？他们对他说，大儿子。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远方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他就打发他仆人到园户那里去，他们好收园里的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末了，园主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他们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强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既是这样，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那些园户呢？他们对他说，园主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他的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耶稣对他们说，圣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
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国。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弹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却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马太福音第22章，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就打发他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婚宴，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说，看啊，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婚宴。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他的仆人，恶待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听见就发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王对自己仆人说，婚礼已经齐备，只是所召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大路上去，凡遇见的都召来赴婚宴。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召聚了来，婚宴上就备了宾客。王进来观看宾客，现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王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带走，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却少。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刁难他，他们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献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甚么人你都不逊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如此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但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你们这些伪善的人，为甚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钱来给他。耶稣对他们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对耶稣说，是凯撒的。耶稣就对他们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听见这些话，就稀奇，离开他走了。当那一天，有撒都该人到耶稣那里，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就问他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他哥哥生子立后。如今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自己的兄弟。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末后妇人也死了。因此，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中那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神的天使一样。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像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啊，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众人听见这话，就稀奇他的道理。但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那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似，就是你当爱邻如己。这两条诫命是一切律法和先知的话的总纲。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他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对他们说，这样，大卫灵里受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呢。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甚么。马太福音第23章。那时，耶稣对众人和他的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因此，凡他们所吩咐你们谨守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因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不过是要叫人看见。他们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一边做长了，喜爱筵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拉比。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就是基督，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也不要受夫子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就是基督。然而你们中间谁位最大，谁就要做你们的仆人。凡自高的必降位卑，谦卑自己的必升位高。但是你们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伪善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你们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你们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伪善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你们要受更重的咒诅。你们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伪善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甚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是欠债的。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哪，甚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甚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是有罪的。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哪，甚么是大的，是礼物，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所以凡指着坛起誓的，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人要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你们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伪善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心，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所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猛虫你们就找着律，骆驼你们倒吞下去。你们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伪善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纵。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你们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伪善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诚然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伪善和不法的事。你们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伪善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儿女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族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咒诅呢？所以看啊，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他们到那城，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一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位置。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事都要归到这世代了。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
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马太福音第24章，耶稣出去，离开了圣殿，他的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一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的时候，门徒暗暗地到他那里，说，请告诉我们，甚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甚么预兆呢？耶稣回答他们说，总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许多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一切事是必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地震，这都是苦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列国恨恶，这必叫许多人厌弃，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许多假先知起来，要迷惑多人。又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世间，对列国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那时，你们要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所，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服。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只是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自从世界的起头直到今时，未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些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未选民，那些日子必减少了。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这里或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甚至他们要迷惑所选的民了。看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所以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荒漠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啊，基督在隐秘的屋中，你们不要信。因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因尸首在那里，鹰也必聚在那里。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要变黑，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诸天之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一切宗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他的天使，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风、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你们可以学个无花果树的比喻，当树枝还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日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事待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只是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唯独我父知道。但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在磨子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那个时辰来到。家主若知道鸡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他的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那时谁是忠心有智慧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他的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但那恶仆心里若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不分望他的日子，不知不觉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把他腰斩了，定他和伪善之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马太福音第25章。那时天国好比十个处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却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看啊，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处女就都起来收拾自己的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却回答说，不可如此，免得不够你们与我们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婚宴，门就关了。其余的处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人子来的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远方去，就叫了自己的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他连的，一个给了2他连的，一个给了1他连的，就随即起行去了。那领5他连得的就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他连得。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他主人的钱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他连得的就带着那另外的5他连得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他连的，请看，这5他连的外我又赚了5他连得。他主人对他说，办得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做管理的，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他连得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他连的银子，请看，这2他连的外我又赚了2他连得。他主人对他说，办得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做管理的，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他连得的就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撒的地方要收据，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他连的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他主人回答他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撒的地方要收据，你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钱的人，这样到我来的时候，我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因此夺过他这1他连得来给那有10他连得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你们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一切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他便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列国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将他的绵羊从山羊分别一般，他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些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他说，主啊，我们甚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或是渴了给你喝？我们甚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或是我们甚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耀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那时他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天使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
我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病了，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就回答他说：“主啊，我们甚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那时他要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却要往永生里去。马太福音第26章，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卖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时祭司长、文士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宫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他们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那时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盒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但他的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明白这话的意思，就对他们说：“你们为甚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世之间，无论在甚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为她纪念。”当下12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献祭司长，对他们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甚么？”他们就约定给他30块银子。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卖他。除教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对他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我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门徒遵着耶稣所派定他们的，他们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坐席，吃完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就甚忧愁，便一个一个地对他说：“主，是我吗？”耶稣回答说：“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那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那时卖耶稣的犹大回答他说：“夫子，是我吗？”耶稣对他说：“你说了。”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他又拿起杯来感谢了，就将杯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新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的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所出的，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都因我而咽气，因为经上记住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回答他说：“众人虽然因你而咽气，我却永不咽气。”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3次不认我。”彼得对他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他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2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他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脸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一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他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旨成全。他来见他们又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他来到他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看啊，时候近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啊，卖我的人进了。他说话之间，不料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夫子安，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是为甚么来的？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忽然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耶稣就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因为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现在求我父当下给我十二多营天使来吗？若是这样，圣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却怎么应验呢？正当那时候，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盗贼吗？我天天坐在殿里教训人，和你们在一处，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一切的事既有了，为要应验先知圣经上的话。当下门徒都撇弃他逃走了。拿住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集。彼得却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宫院，进到里面就和仆人同坐，要看这事到底怎样。祭司长、长老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只是得不住实据。是的，虽有许多人来作假见证，仍得不住实据。末了有两个作假见证的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大祭司就起来对耶稣说，你甚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作见证告你的是甚么呢？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回答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已说了，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看啊，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犯了死罪的。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你这基督向我们说预言吧，打你的是谁？彼得在外面宫院里坐着，有一个女子到他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的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甚么。寄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到他前来，对彼得说，你也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曾对他说，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马太福音第27章。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他们既把他捆绑，便领他去交给巡抚本丢比拉多。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30块银子再拿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甚么相干，你自己承当吧。犹大就把银子丢在店里离开，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拾起银子来说，这既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陶匠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
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银子，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拿钱给他们买了陶匠的1块田，这是照着主所派定我的。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对他说，是你说的。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甚么都不回答。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作践正告你这魔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一言，以致巡抚甚觉稀奇。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那节期，随百姓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他们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百姓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是放那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还是称谓基督的耶稣呢？巡抚员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他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因他受了许多的苦。只是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巡抚回答他们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是放那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对他们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对他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甚么呢？他做了甚么恶事呢？他们却越发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生了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百姓就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他既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他十字架。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议事厅，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那时他们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就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把他戏弄完了，他们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他十字架。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他们就勉强他背着耶稣的十字架。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哥哥他，意思就是独楼地，兵丁拿苦胆吊核的醋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于是他们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又掷签分了他的衣服，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仪掷签。兵丁又坐在那里看守他，在他头椅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当时有两个盗贼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若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那和他同钉的盗贼也是这样的讥诮他。从午正到深出，遍地都黑暗了。约在深出，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甚么离弃我？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其余的人说，且等住，看以利亚来要救他不来。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
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那些事，就大大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有许多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庇太两个儿子的母亲。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他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将身体给他。约瑟取了身体，就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迷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天，恐怕他的门徒在夜间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有看守的人，你们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去，使坟墓把守妥当，封了石头，且派人看守。马太福音第28章。安息日将近，天发亮，七日的第一日快到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的大震动，因为有主的天使从天上下来，把石头从墓门口滚回，坐在上面。他的面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回答妇女说：“你们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看啊，他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他们去告诉他众门徒的时候，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你们好。”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敬拜他。耶稣就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现我。”他们去的时候，不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受了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时常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和他们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敬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教训列国，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